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你儿惹祸了，怎么了？你自己去看吧，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你自己看是咋的了？谁弄的？嗯？谁不是弄你的？弄的表吗？不是你弄打的？啥？我弄的？什么是我弄的？怎么能变成是我弄的？你儿给搬整掉地上了，养了10来年的猪，弄掉地上了。宝贝儿，是你弄的吗？儿子？弄就弄了。没事，爸爸知道了。哎呦天呐，你，养了10来年了，给过年不是杀猪不是吗？哎，儿知道他在地上吃猪头了，赶快给个猪宰呀！哈哈哈。没事，挺好，过年杀猪。那儿取钱，来，猪宰了，没事，爸爸再去买一只猫，咱再养猫。啊，嘿嘿嘿嘿嘿嘿，这么你笑你，走，数完钱，烧水，烀猪头，好，来数钱来，数数吧，看你有多少钱。数钱呢？这养了10来年的猪了。10来年。10来年的猪了，嗯，嗯。好好数钱呢。来，数钱了。数吧，看看这里能不能有2000块钱。谁知道呢？嗯。差不多吧，这么长时间，里边全是1元1元的。猫张不张？猪一会儿炖。嘿嘿，你看过年了，给你爸杀猪是不是？啊，杀猪，叫爸吃大猪头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因为这，哎，你这老乖的，哎呦，我这大乖的，你先。